若耶湖畔，一群战争的遗孤，幸运地躲过战争的灾祸，得以存活成长。不幸的是，被蓄意收留，秘密培养。他们路过战争，向丛林身后的阳光。 在荣辱得失之间，君王之争无休无止，胜与败，王与寇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 勾践，无异于养虎为患，越地之草，种性强韧。若有一丝生机，则疯狂滋长，所以勾践不能留啊！求一人，而困全越，不动我吴国一兵一将，既彰显我新军胸怀。 又得长治久安，故百姓民心，此乃一举两得。少主心力还是雏鹰，需用猎物的鲜血寄予翼，待得羽翼丰满，方可成为猎人，稳居一方，而后雄霸天下。大丈夫。 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要的是千古留名。寡人已是吴王，你休要再对我指手画脚。臣不敢。不懂寡人心思。 哎，武夏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这可是犯了功高盖主的大忌讳啊！哼，保重，勾践，你必须死。 此刻天下人，都因越王战败为俘，而说越地将亡。
功败垂成，绝非朝夕。大王身处险境，更需运筹帷幄，主动出击。我二人特携锦囊前来，此即灭吴九术。不蹂躏你，但孤王要把吴国的江山刻在你的背上。一国之后，背负此徒，永不得翻身。快把门打开。滚回你的囚室去吧。范蠡啊，你越地的壮丁、珠宝、美女，都归我吴国吧，都归我夫差吧。大王，范蠡这就回越为您打点贡品。此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让越国臣服于我吴国。哎呀，大王英明啊！滚！都给我滚！诺，给我继续监视勾践！诺。此刻，父王将吴国的千秋霸业厚望于你，疆土宏图既赋予你，故须天下一家。好疼啊！你刚才叫他什么？本来就是勾践吗？我再问你，他叫什么？越王。你没活明白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昨日谁是君不重要，今日君是谁才最重要。听好了，记住了，记住，此人乃阶下囚，战霸子，苟活奴。
害我挨多少下打，我会全还到你身上。呸！贱骨头！怎么了，大王？亚玉见不得你这样。杀人者会扬名天下吗？不会。所以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威胁。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杀机才是我们应该提防的。你说呢？别哭了，没事。快好了。无相，这个勾践居然没有死，这一次万万不可以再失手。庄毅领命誓杀勾践。抬走吧。这吴王啊，不是要这点东西，而是要借机彻底摧毁我越国复国之心呐。是啊，他是要一口一口吃掉我越国从上到下的尊严。欧爷子，若耶湖畔美人可在？早年间你我精选的战争遗孤们，如今已出落成身怀武艺的少女。好啊，范将军，你深知夫差秉性喜好，劳烦你去一趟若耶湖吧。不管我们是否愿意，长大一天都没有迟到过。吴越之间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方世外桃源。有没有想过若耶湖外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，你有想过出去？我们从小就跟着师父一起长大，连唯一见过的男人也只有当日若耶湖畔的小哥哥。西子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救命啊！我从吴国而来，我吴王胸怀天下，爱民如子，常教诲我们天下一家。西子，你是谁呀？我要走了，下次再被绑住你自己解开。不过呢，现在有你就够了。
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时辰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我想离开这儿了。去哪儿？战场。我们跟随师父习武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一招上阵杀敌。师父说过，只要时机一到，该来的就会到来。也许不用等我们出去，他们就会来找我们。我们的命运从来都不在自己手中。我现在睁眼闭眼都是那些死去的战士们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若要走，无论是哪儿，我都陪你。我也同你一起去。睡你的觉吧，我们不大胆小鬼。西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嘘，别吵了，睡觉吧。先苦肉，后美神，有意思。在哪儿？告诉西施，越女换纱古便如此，她既然坏了规矩，自然就该长些记性。今日所有的纱都由她一人换净，干不完就不用回来了。西施从小跟随师父，只认刀剑，不识亲眷。那日第一次翻山，却只见国破君不在，山河名为奴。自此之后，心口总是浮起锥心之痛。西施实在是不知为何，月帝要遭此劫难，西施愿以身赴死，免一方生灵涂炭，盼望天下太平。正旦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忘不了死去的将士，所以去祭拜了，想了很多，太过入神就忘了时间。习惯了。习惯就好。正旦，
你跟我走，少管闲事，否则我罚他更多。去吧。请问姑娘，你与那些死去的士兵可曾认识？从未谋面。那你为何要为他们祭拜？他们为家国而战，为君而亡，如此便是父叔兄弟，我的亲人。在下范蠡。想与西施拜见范将军。自扶椒一战，越国兵败，年年给夫差进献越女万千。夫差早已对进献之女心怀防备，如此必得再尽一番苦楚心刀。诸位姑娘，通往吴宫之路还需再下功夫。此次称越国之人，越女愿为国为君。郑旦已死。死者长眠，我来为他祭一奠。妻子，郑旦，你没死来。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你最好的姐妹死了，我有报仇也就算了，连眼泪也不掉一颗。你若死了，我也不会独活。你没看见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就是为我们俩准备的。多谢郑旦姑娘佩服我完成此训练。我要和西子一起死。对，一起死。哎，小马夫，你原来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这么窝囊？像我们这些男人，大王已经下令不准他死，你再这般恶意待他，你有几条命陪葬了？是是是，我知道了。这人要是死过一回才知道滋味。服帖了。此次越女入吴，需要你们内外兼修，临危不乱，
目的明确，不被情绪绑架，上得了战场杀人，入得闺中觅事，不可以动善心。此月女一去，责任重大。此去吴国，我宁愿我们不是最佳人选。可是，一直以来，我们不就是在等待此刻吗？我们明日就要到吴国了，这一去生死不定，我希望你。我一心救国，我希望你活着。像水一样无痕，而永远地刻在鲜活的肉体上。孤王，心里塞着的天下，是父亲未踏平的疆土。你们这些进贡的越女，配做我夫差的人皮画布。此番越女当属上场了，范将军如此，我也好向大王为你美言呢。啊，多谢太宰。我已经安排人带越女们去沐浴更衣了，等候大王的赏月吧。还望太宰在大王面前多加美言和劝说，可以早日放了我家主公。越人定当按时进献珠宝和美女啊。唉，范蠡啊范蠡，刚夸了你几句，你就蹬鼻子上脸啊。岂敢岂敢。太宰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速速送于我府上。啊，是。美人还是要的。啊，要的要的。
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救出越王，但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要见机行事。希望咱们能帮助平息战火，我们越女姐妹一定要互助。来，好。今日，月帝终于送来了最美人入宫。祥瑞满堂，真乃天下一家呀！都起来吧！恭喜大王，月帝美女能得到大王的喜欢，实乃其荣幸。越王他……哎，范将军，你竟然如此心急啊！你是想乘兴劝本王释放勾践？这可不行啊！孤王的肠胃病尚未痊愈，谁来为孤王肠粪便体呢？嗯，你们越王勾践呢？军威扫地，求寿无止。你们啊，一直为孤王进献美人，但是频频会有美人刺杀寡人。此番你们进献的美女个个都是绝代芳华，却难保你们之中又有人想加害于孤。复仇之心不死，勾践之命不赦。大王多虑了，越女们都是弱女子，岂敢有复仇之心？范将军似乎
欲盖弥彰啊。难道您还有其他的计划吗？大王，月女既已入宫，就该以实际行动投诚。所以依我看，这月女斋泽第一项就该是杀范蠡，表忠心。我叫你杀你就杀呀，你是无脑还是无情？他日若要叫你行刺我王，恐怕你也会不假思索照做。以下犯上，无情无义，我要你何用啊？这大王，王明剑，这次任务太险恶了，接下来还有很多难关要过，我们之中随时会有人丢失性命，必要的时候要学会自保，留下来的继续完成任务。大王，想不到这次进宫最强的月女们进宫第一天就惨遭毒手，接下来他们能经得住考验吗？别怕，更大的考验在后面。孤王心不变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越女入吴只是范蠡布下的棋局，而这盘棋终究是场死棋，你是这盘死局中的棋子之一。答应我一件事，三日内便可借机将你们所有越女偷送出吴王宫，还你们俗世的自由。当然你可不应，五相国会将你们逐个处死。今日大王要检查大家的书法技艺。报，大王今日肠胃略感不适，我等不敢怠慢，得知勾践在此，只得将王粪送来，请勾践尝粪问疾。
哎，姿势体大，还请越王速速为我王肠粪便体。诺。至此，要玉女何用？关你何事？想不到啊，月女竟有如此功力。不过可惜呀，又死了一个。由此可见，这月臣复仇之心，美人之计，昭然若揭。粪白酸臭，此皆机制也，还需多加休息。我想再陪他待会儿。花儿温柔的感觉，让我想起娘在世时穿的衣裳，颜色也是柔柔的。就让她一直陪着你。在你们之中，现在也已经有了孤王的眼线。这剑池内有五把剑，今夜这剑就是你们的武器。得短剑者危险更多一分，得长剑者得优势，谁会赴死呢？去吧。
别怕，静雯，你一直都在防着他。我们几个小姐妹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。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险境，谁都可能随时丧命，但他为保性命竟刀向姐妹。我暗中观察，发现他私会伍子胥，成为叛徒。现在在我们之中还有人叛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大王，愿你们的处境愈加凶险了，接二连三的考验直指生死，伍子胥的计谋越来越狠毒之际，我担心我们的大机会。切莫相信耳闻眼见，那都未必是真。我们选择相信，静候佳音吧。夫差究竟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永远不要去揣测一个君王之心。夫差用残忍的手段让越人从上到下的屈服，你的心太澄澈，实在不适合这纷争。我总觉得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这一切。大王，越女西施请求觐见。行。诺。你竟敢只身前来觐见孤王？自从进宫，连日见惯了姐妹们自相残杀，死于彼此刀刃之下，西施心底除了疼痛已无畏惧。今夜求见大王，西施只有一问。你问吧。我若负你一颗忠心，你是否肯放过他们，放越女越王回国？哼，凭什么？凭他。我要走了，下次再被绑住你自己解开。当日你在若耶湖畔赠我匕首，告诉我他日若再入困境可凭他自救，也就是他让西施恍然悟道，原来在黑白生死之间还有一条向死而生之路。
是大王所说的天下一家，若只看眼前，大王不杀勾践似是在侮辱，但细想，或可理解为那就是大王心底所想的一统天下，以不杀而振威。大王，西施说错了吗？西施所为种种，只为求月女生，早已把一己生死置之度外。若大王不信，西施愿将匕首插入胸膛，剜心弑君。吾或许可以信你一回，因为天下一家。范将军，五原赐越王，求的是吴国大和；你我救越王，求的是越国复兴；而西施进吴宫，求的是和平，是天下一家。越女七将，属西施最为好妻。可他却是唯一能够活下来全身而退的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，而是他的弱点正是天道所在呀。哎呀，多谢文大夫，若不是大夫提醒，我范蠡差点误了天道。当初我答应你的要求，你许我不再伤害月女，可如今你们却失信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没有必要了。那你就得死。我不要伤我！你想我们死吗？
别怕，大人死，还有我们，我们同在。文大夫。哦，西施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郑旦说，从我们入宫第一天，在这场杀戮之中，想要达成心愿，只有让自己先活下去。董事已经疯了，如果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，我们都得死。董事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别说了，我不要，别说了，我不要死，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做不到的，我来。西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正旦。
越女救君救国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是为了能驻息战火，而今却是迷中人局中棋。西施该如何才能完成天下一家的心愫？事已至此，你们也不必太难过。见招拆招，我们也太过被动。夫差并无杀尽越女之心，所有计谋都来自伍子胥，他是我们最大的障碍。所以今晚，你们要和我一起刺杀伍子胥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已经成功的把我杀了？可惜呀，好好看看，你们究竟杀死的是谁？把我除掉，你们以为就可以顺利的去谋害我王了吧？你们和他们这些越女一样，罪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。你们犯了什么罪，你们自己应该清楚。我现在可以把你们都杀了，但是我想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我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你，你可以选择救下他们其中的一个。我给你五条命的时间，啊不，现在只剩四条。三，二，我选。可惜了，请讲。我选我自己。放他们走，这怎么行啊？你可是我吴王最喜欢的越女啊！我帮你分析分析。我们先来说范将军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却隐于幕后，运筹帷幄，却让你们这些弱女子冲锋陷阵。另外，你们越女七人进入吴王宫，才短短数日就已经死了五个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郑旦，我代表吴国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来人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！郑旦，我没有！郑旦，我子胥。你血口喷人！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了吧？不要再杀了！我选。在下范蠡。一起死。我愿许你一个未来。
之丹。好一出感人肺腑的姐妹情深呐、啊！放开吧，郑旦，你安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东西是你给他的吧？我们两个人呢，一人一半。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郑大，伍子胥，我跟你拼了！郑大，在你们的游戏里，如果只能活下一个的话，我求你留下西施。郑丹，西子，不管这次任务的结果如何，就算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也要完成我们儿时的心愿。愿天下没有战争。说吧，你是来拿姑的心还是命？大王何出此言？因为不知道你是谁。你是姑心中唯一的净土，如今却想要来杀姑。用的还是姑的匕首。若早知这人世间都是这般辛苦，我宁愿当年就死在朔溪湖畔。你不是想杀姑吗？我给你机会，来。
等越王回国后，能不能答应西施，不要再有战争了？月女西施向大王拜别，愿大王复兴大业，造福子民。闪开！夫差，你荒唐！越人不可放，勾践必须死！都下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荒唐！我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你，继千秋霸业厚望于你，你怎能如此糊涂？你可曾记得先王在你背上刺下的疆土宏图？你放肆！不要再跟我说你们的厚望，也不要再对我说教。现如今武艺成王，也按着你们所说的天下一家的理想行事，你怎么还来对孤指指点点？我是为了江山的社稷，为了先王的嘱托，为了大王你。实现的梦想成家于古，
该是孤整理河山的时候了。但愿大王时时勿忘草屋为奴之苦，则越国可兴，而无仇可报矣。勾践，你忘了会稽之耻吗？勾践不曾忘。这是哪儿啊？小心脚下。快到了吗？到了。这是姑给你的惊喜。嗯。大王，这建筑酷似越国，难不成是由越国工匠修建的吗？正是。难道这些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大王心中还是不懂西施所想啊。勾践已放回越国，不日我将赴齐国开战，霸业在身。我能给你的宠爱已经都给了。可否不战？男人的天下哪有不战而定的天下。这古物真的是色泽鲜明，肚大饱满呢。大王真是天照越国呀。粒粒饱满可以进献给吴国了。待到明年吴国必是丰收之年啊。这些谷物都已经被煮过，进献给吴国。吴国此时眼见谷物颗颗饱满，哪知将来颗粒无收啊。如此何愁强大的吴国不会坍塌。你这又是为何？难道你当真要处处和我作对？大王，若你执意要出兵齐国的话，就请从我伍子胥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吴相，箭在弦上，势如破竹，大战在即，你何不与大王同心发起呢？你的忠肝义胆难道老了就没了吗？你的那些铁腕智谋难道都用在除西施、除勾践的身上了吗？薄皮！你这个卖主求荣、卑鄙无耻的小人！你苍天哪！想我伍子胥
一生忠诚，一心为国为君，而今却已无力回天了。我死以后，定要将我的双眼挖出来，挂在都城东门之上，在我的坟墓上种下子之树，待它长成之时，我要亲眼看见月寇的入侵，吴国的灭亡。冲！冲啊！是我笃信会有天下一家，打乱了故人雄霸天下的决定。我眼见那最后城墙破开，越王长驱直入，吴国城池陷入一片战火。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看着那些曾经鲜活于世的忠诚教徒尸遍满地。我曾与越女们一心救君主出吴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未曾想如今只留我独活于世，死生契阔，那些如花美人在芳华之际凋落。这战争终是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，伊人不在，愿这和平的阳光永照人。